菜菜，我喜欢你。菜菜，我更喜欢你。菜菜，我有很多辣条，我把我的辣条都给你。玩游戏，我把我所有的人头都给你。好了，你俩都别争了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噔噔噔噔，我这呢有一些吃鸡装备，你们谁认识的多，我就嫁给谁。哦，没问题，我也没问题，我先来。你来就你来。第一个，这个是九五式突击步枪。嘿嘿，不认识了吧？看我的，马克14。这个叫迷你4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叫 Scar。就这点水平还跟我争？我来。这个是维克托冲锋枪。这个叫狗杂突击步枪，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 ？AWM 狙击步枪。哎呦我去！哥，你真厉害，我就知道让你假扮追击者，肯定能把这个东西吓走。行，走了就行，他也不算是一个我，我是大圣，走就这个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挑战10秒吃20串关东煮，挑战成功奖励巨型关东煮。挑战10秒吃20串关东煮，挑战成功奖励巨型关东煮了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挑战，老板，你这10秒之内吃20串关东煮，这不天方夜谭吗？我在这儿已经卖了1年关东煮了，还没有人挑战成功呢。那还不是天方夜谭吗？一会儿肯定会有人挑战成功的。我赌，绝对不会有人挑战成功的。100块钱，赌不赌？赌就赌。10秒钟是20串，有点意思。大圣啊，别听他瞎扯，他这都摆1年摊了，成功就一个都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为了那100块钱，一定要大圣参与。大圣，我相信你，你绝对可以，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开始计时吧。就是了吗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一口气吃5个雪糕，送汽车一辆啊！开玩笑，看一看嘞。老板，我刚刚听你说吃5个雪糕就送这个车？对，没错。试试。吃5个雪糕也够撑的，让我想想。这姑娘犹豫这么久，肯定吃不了多少。来。老板，你这雪糕真好吃。来，第二个。Thank you.
等会儿我去给你拿。滚！来，吃吧。美女，这就是第五个，吃完车就是你的了。这么大也吃不完呀，如果吃不完多少钱呀？哼，吃不完你吃了我四个雪糕，给我400就行。哎呦我去、啊、算了，太贵了，这我还是吃吧。老板，我吃完了，算了。你这也太拼了吧，为了这一辆车，哎，太厉害了。车钥匙就在车里。你们敢挑战吗？来试试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做吃鸡装备免费吃雪糕了啊、嗯、做吃鸡装备免费吃雪糕了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做吃鸡装备，做吃鸡装备免费吃雪糕。对的，所有的雪糕通通免费吃。做手工那不是我的强项吗？是吗？那要不要试一下？今天没带装备，我明天再来好吧。行，这吃鸡装备这么难做，看你也做不出来。做吃鸡装备免费吃雪糕了啊。我这把仅次于 AWM 的狙击枪怎么样？ M24 仅次于 AWM？ 嗯，不错不错，我喜欢。雪糕你随便挑。就这个金箍棒吧。对、太雪糕了啊，只要做出吃鸡装备免费吃雪糕。哎呦我去，怎么样，我这三级甲怎么样？绝了，这材质，这手感，喜欢就好。给你雪糕，三级甲给我。真好，朋友们，你们还喜欢什么？让大圣做给你们看哦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嗯，老板，给我来份关东煮。好，辣椒多还是少？适量就行。我这个关东煮啊，可是独我一家，这个酱料啊都是我自己调制的，来尝尝。嗯，不错不错。嗯，老板，你这搞什么活动啊？哦，明天免费。多少钱？10块。明天免费，明天的明天又免费，我不是能一直吃下去？卖关东煮了啊，卖关东煮了。老板，来一份。好。哎，爸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没给钱呢。你这不是写明天免费吗？对啊，我是写的明天免费啊，那我又没说今天免费。行，我给你钱。关东煮了，好吃的关东煮了。老板，明天免费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那行，我就在这儿一直吃了啊。大哥，你在这儿都已经吃了三天三夜了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老板，那明天的明天不就是明天吗？我这样是不是一直能吃啊？啊，还有这种操作呀，我算是服了。我打算在你这儿吃3个月啊。什么？3个月？我的妈呀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